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，非常荣幸来到浪琴表北京国际马术大师赛的现场，担任马术课体育老师，和大家一起感受马术障碍赛的优雅魅力。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现场，这么近的距离来观看马术比赛。虽然之前拍过戏，也有骑过马，第一次来到这个赛场，然后感受这个氛围，看到马高高跃起的那种感觉，还是非常的震撼。障碍赛的规则是，一般而言啊，就是骑手和马要一起协同合作完成跨越12个障碍。如果出现打落障碍、马匹拒跳、落马等情况，骑手就会被罚分。这个规则就是，罚分越少，用时越快，就会获得比赛的胜利。一般而言，在马术场地障碍赛中，骑手与马匹需要相互配合跨越几道障碍。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，答案是12道，你答对了吗？